行啊，妈在医院的病床上躺着，你居然自己在这儿喝酒。他不想见我，我听见了。妈是说不想见你，可你想想为什么吗？你把妈气成那个样子，你不说主动去取得谅解，反而这样。你看看你现在，还有一点做儿媳妇的样子吗？你以为我不想做个好儿媳妇吗？你以为我现在这样快乐吗？妈对我恨之入骨，我连一点挽回的办法都没有。老刘，做你家儿媳妇可真难。好好的生活，让你自己糟蹋成这样子，你也是咎由自取。我也很累。你喝吧，我先睡觉去了。我再说一次，那是一次意外。我希望妈心脏病复发吗？我希望妈住进医院吗？这一切本不该发生的。可现在已经都发生了，可发生以后你有一点点的悔意吗？我可以实话告诉你，我后悔过。我后悔我为什么娶了一个根本就不懂得孝顺的第二任老婆。你想怎么样？你别逼我说。说吧，痛快点。好，如果这日子过不下去了，咱就离。想和我离婚，对吗？你不想要我了，是吗？什么天长地久，不离不弃？你当初不要于小强，现在你也不想要我了，是吗？你要非把我说成是那样的王八蛋，我同意。
回家吧。进来。有空吗？找你有点事儿。哦，没事，你说吧。这什么呀？辞职信。如果是因为昨天晚上的那件事儿，完全没有这个必要。我已经忘了。你忘了，可我忘不了。我以为我可以掩饰得很好，可是就算我内心再强大，你都是我心里最大的弱点。可是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我没有逃避。我离你越近，我就越想得到你。我明白，我们俩不可能了，所以我每天都活得很纠结，很痛苦。昨天借着酒劲儿，把心里话都告诉你，我整个人轻松了很多。是，我对你还有依恋。必须离开。离开这儿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工作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什么工作？反正比你这儿薪水高，环境好，还有更好的未来。我也希望你会有更好的未来。佳明，谢谢你。